我是老外币，今晚吃鸡的好，我是炮星。今天我们又来这把宇宙飞船了啊，不对，我已经是飞船船主了，现在我要回家了。貌似是有小贼闯进来了，敢来我家偷东西啊？你怕是活腻了，被我抓个现行了吧？还敢认雷炸我啊？真是狗眼不识船长呀！让我看看偷了什么东西啊！哇，三级套，这小子够贪的呀！拿着吧你，这当是自己家的是吧？还开我的箱子，巨能步枪我的，只有船主才配用巨能步枪。不行了，我放狗了，这船上小贼太多了。狗甜心，好好巡逻啊！发现可疑人员就给我咬死他。好的，如果是你粉丝怎么办？粉丝啊，咬死他！粉丝也不行，船上的好东西全是我的。炮星，你真小气！你说什么？信不信我把你做成狗肉丸子啊？哼，死炮星就知道欺负人！哈哈，这才是船长该有的霸气嘛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评论弹幕来一波，炮星船长好，我就考虑带你们为小弟啊，呸，收你们为小弟啊！这样你们来飞船就不会有人打你们啦。炮星，有贼进来了！看到了，看到了啊！快打我队友！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。不见船长在此，都给我闪开！来了就别想走了。我打，别跑啊你！哎，就没了，去小贼，不堪一击。还有啊，好嘞，船长我奉陪到底。啊哒，击倒一个，还有个吉利服，去吃吧你。一个还有啊，全击倒了，我炮星船长亲自来给你们收尸，全补掉，踩上了呀你，漂亮，一队人整整齐齐啊，吉利服拿来吧你，把狗甜心收回来，跑毒喽。哎，我们家反重力摩托就是好开呀。哎呀！对不起啊，兄弟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车速太快了，刹不住啊。嘿嘿嘿，看到没，前面有人，还是个吉利服啊，让我碾死他。起来了，给我打！这小队肥得不行啊 ，MG3 还有吉利服，为了吃鸡还是保险一点，换四人车同行吧。反动力摩托队友在后面打不了人啊，来下车群殴他。不好，中埋伏了，被包围了，兄弟们，那小子原来是个诱饵啊，完了，损失四名队友啊，血亏。Hello， 迷雾乱扫，漂亮，还好我烟多呀。小弟们放心吧，我炮船长单人四排带你们吃鸡，不吃鸡就变垃圾。看见人了，我撞，准不准？哎呦，找处停一下，打不到我，气不气？没眼体，你敢这么狂？十杀到手，小鸡必有。哎呀，兄弟们，这什么鬼圈呐？搞得我站也不敢站，趴也不敢趴的，只能匍匐前进了。哎呀，啊到！啊，还好我锁血了啊，呸，还好我皮厚啊，真是惊险万分，差点没了。哎，小东西，你别躲了，我都看到你了，一枪，我感觉还是 AWM 威力大一点啊，这军刃步枪总感觉差点意思。哎，这么乖，让我压呀。哎，小子犯气了是不是？哎，算你有自知之明啊。好的，大家别忘了点赞关注炮星，我们就下期见，拜拜。